我先下班了，拜拜拜拜。花姐，你说咱那人招的怎么样了？我可不能天天再给狗洗澡了。哎，我可是造型师，你看人家以前皮肤多好，现在都裂了。哎呦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别给我看了，我不也是吗？好歹一控制长还得打扫动物病房。行了行了，都别说了，招什么人呢？人都被院长给赶走了。啊？我的妈呀！哎，他到底还想不想招人了？啊？都一个月了，哎，我也是服气他。不行，咱们得展开自救，否则这日子没法过呀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就是让他把今天走的人给找回来，要不再等一自投罗网，得等到猴年马月了呀。就是就是，人那么帅，就是光看看也养眼呐。再帅了，来到这儿也只能排第二。我们得给院长施加压力。应该是这儿了吧？他怎么写着暂时停业呀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根据我们的规定，狗狗是不能进去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狗可不是一般的狗，是神犬，特别聪明，而且比人还要讲文明。小七，来，小七，坐。经理，握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神犬呢？失敬，失敬，请进。走吧，来，你抱给我。谢谢啊！来来来来，走一个，看看谁来了？我，很甜蜜啊！嘿，你看这一家三口这架势啊！不是，这孩子是一条狗啊！就是啊，跟这你们别乱说啊！我们只是顺便一起来的，偶尔遇上的，偶尔遇上的，偶尔，这么巧，怎么回事？那衣服给谢谢，里边穿穿，来来来。坐这个，哎呀，院长，好久不见了。小七，乖，你去那儿坐着啊。去吧。我提议哈，为了咱毕业五周年，咱走一个。走，来，干杯。我说你这个生意也是越做越大呀，这么豪华的酒吧都包起来了。我哪敢呀，我亮亮。这是我一哥们一酒吧，听说我有组局办同学会，给我一特合适的价钱。接着装，装得再像一点，生意大是好事儿，只是以后赚了大钱，别忘了提携哥几个。我说我敢打扰你大医生吗？你手术那么忙？不说今儿有手术吗？怎么又突然来了呢？嗨，还不是为了同学情谊吗？就为了这个聚会，我就跟我们领导，嗨，就跟他说。事儿不想做，就让别人做了，都是为了你们，为了我们，那是得罪领导，对啊，谁信啊？我认识你快十年了，就你那点小心思我不知道。你听说一丹要来，所以你也跟着，对不对？别着急，听我一句劝，人家两口子虽然感情不太好，可毕竟是两口子，悠着点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哎，我说今儿也就是这情况了吧，也就咱这几个人来了吧，没别人吗？来个六七成的人已经不错了。哎，当时我们医科大学那些同学，现在老老实实当医生的，也就亮亮一个了吧？应该是吧？哪有一个呀？一个都没有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都不知道啊？网上新闻也没看？行了行了，老黄，生活就已然如此这么艰难了，有些事情咱就不要拆穿了啊。哎，亮亮，亮亮，哎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我上厕所啊，干嘛去？坐吧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快，来喝酒，来来来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亮亮让医院给开除了，还上了黑名单了。这天全是哪个医院还敢雇佣你啊？是真的吗，亮亮？我那天在值夜班，突然间就来了个急诊，然后患者家属就喝多了，调戏我们中间一个女护士，那我就看不过去，我就跟他理论，理论没几句，就动起手来，还把人打伤了。你怎么还是那么冲动啊？可不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？漂亮，大侠，我服你了啊！敬大侠一个，敬大侠一个，来，来，老哥英雄，英雄，干杯！哎，老黄。
你把那声音弄小点。我听人说啊，这个狗狗的耳朵特别灵敏，这声音特别大了，容易刺激着它。没事儿，一般狗狗是不行，但是我们家小七啊，它是神犬，平时自己在家都放音乐听呢。没事儿没事儿，神了，厉害呀、啊！声大点儿，都安静一下啊。这首歌啊，是我给亮亮跟一丹专门点的，《因为爱情》。说错了，小七。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我是一匹。一丹，你们家狗也要唱歌吗？是吗？哎，我也想唱歌。来，这是小苹果，他唱苹果。小苹果，快点给小苹果。我种下一颗种子，终于长出了果实，今天是个伟大日子。摘下星星送给你，摘下月亮送给你，让它每天为你升起。大冬妹儿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一丹，啊，说你家这狗真的是太神了吧，真牛。哎，没错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狗绝对是神犬，是什么呀？动物界里的天王巨星。没错，要我说，咱明年直接送到湖南卫视那《我是歌手》去，下一季歌王。妥妥的。你们都得了吧，就一只小狗在那儿瞎汪汪，还弄得跟真的一样。你呢？哎，有人不服气了。比比，哎呦，行啊，怎么样了？你有病啊，让我跟狗比，你疯了吧。亮亮，我跟你说，唱歌你是比他强，但是你又说比点别的，你还真不一定比得过他，是吧？哎，你们别挤兑亮亮，哪有这么比的呀。啊，你别，咱们说比就比，我就不相信了，我艾亮还比不过一条狗。这都下班多会儿了，你们怎么还不走呀？有什么没做完的工作交给我，我值夜班。哪有心思走啊，花姐？花姐，我觉得咱们得去找院长。你说凭什么有人来应聘，他把人家赶走了呢？对呀。咱们这样一大帮人去逼他，不太好吧？对呀，你说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？那也比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强啊！是啊，花姐，你想想啊，如果你这么忙，你哪有时间谈恋爱？没时间谈恋爱，你哪有时间结婚呀？人生大事不能耽误，咱们人多力量大，走走。咱这么着哈，咱们硬币开左右手，输的喝，这够简单吧？可以是吧？来了啊，亮亮，来，你先猜，我选右边，右手是吧？小七，
小七，告诉妈妈选哪个啊？小七选左手。小七选左手。哼，还不是跟我一样靠蒙的。一、二、三，左手。我第一回是让着他的，等着我待会儿放大招，你小子给我等着。吹吹吹，你使劲儿的吹啊！走，再来，好好的，再来啊！再来。亮亮，还让你先来，肯定还左手。我选左手，左手是吧？准了啊！小七，小七。左手右手，小七选右手。一二三，小七的哥哥哥哥。我跟你说，俗话说过一过二不过三，第三回我肯定赢。哼，都干了，都干了，都干了。再来，还是让你先选，我选。右边，啊等等，选左边。你到底左手右手？定了右。选准了，准了。右手啊。小七，左手右手。左还是右？选哪个？小七选左。一二三，左。喝喝喝喝喝喝！完了，亮亮，喝吧。好，酒神，酒神。艾亮就不信这个邪，再来，我就不信我能输给一条狗。好的，再来啊。该值班的不值班，怎么了？有事啊？院长，您最近这身材呀，可真好。少忽悠我，说正事。院长，我们几个班，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您一定得答应。对。什么请求？嗨，就是招勤杂工那事儿。对啊对啊，院长，今天来面试的那个帅哥，我们几个都觉得特别好，可去外边把他赶走了。是啊是啊，院长，多好的机会，您干脆就把他给收了吧。下回我们就可以跟宠物家属说，我们这儿打杂的都是硕士，多有面子呀。就是。哎呀，原来是这事儿，看来你们挺关心宠物乐园的状况是吧？那当然了，我们不都是为了乐园好吗？要是我不答应呢？不答应，不答应，我们就辞职。小明，你要辞职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谁说我辞职啊？你刚刚不是说要辞职吗？我是听他们说的。没出息。行啊，你们几个可以啊，既然联合起来逼宫是吧，想辞职是不是？明天早上把辞职报告都给我交上来。哎呀，院长，我们不是那意思是不是？其实吧，我们就是觉得这几天有点累，这工作压力有点大。哎，你想想啊，我这一个堂堂的国际顶级造型师，他怎么能天天给宠物洗澡呢？这不是大材小用吗？就是就是，院长，我比他更累呢。我每天在医院里上跑下跑的，我这打针那喂药的，看我这小腿都赶上马拉松会员了。都没我惨。
我又要干前台的活，又要干护士的活，时不时的还要干点保洁的活。院长，上个月我就相了3回亲，这个月一次都没去。咱俩都是黄金剩女，你懂我的。行了，你们先拿辞职要挟我，现在又给我比惨，你们都比我忙是不是？想辞职是吗？我绝对不留，报告拿来，我签字。哎呦，不辞了，不辞了。行了，你们的难处我不是不知道，不要动不动拿辞职说事。明天早会我宣布结果，如果你们谁想走，明天把辞职报告交出来，我绝对不强留。哎呀，不辞了，不辞了。院长，那您好好考虑一下，我们先撤了。几点了还不回来，有什么好聚的？哎，妈。昌啊，他是不是有婚外情了？什么？婚外情？啊？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？一丹他不是那种人。那他干嘛老怀不上孩子？老怀不上？那可能是身体原因吧，吃点药调理调理就好了。我看没那么简单，你们俩是不是真的分居了？您这都是听谁说的？我们没分居，我们好着呢。那俩还在吗？啊，你说那两条狗啊？还能说谁呀？还在吗？还在家里呢。一旦他就是喜欢狗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妈，你少操点心吧啊。有这时间跟精力啊，您多去跳跳广场舞好不好？啊，行，我挂了。哎，长安，长。会不会让我们辞职啊？他敢！那我告诉你，死出不留爷。得了吧你！刚才就说你绷不住，我就说我们几个斗不过他。你看人家那个气场。可不是嘛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再见！闭嘴！哎，没事吧？啊？一丹。你今天真美。你干嘛呢？我同学都在呢。我当年真的好喜欢你。爸，是啊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当年真的很后悔，我为什么要离开你？你喝多了。哎，小七，哎，你别这样。亮亮，亮亮，你没事吧？亮亮，没事。行行，来拉一把。谁让我的呢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没事，没事啊。这什么酒？怎么一股骚味儿？你这恶狗！你干嘛去啊？你也想出去啊？等我啊，我去换件衣服。
这怎么回事啊？看来小七这招还挺管用的，我刚刚叫了你半天都没起来。一开始就是他。我这辈子算完蛋了，先喝了狗尿，又和狗接吻，哎呀！曾获国家奖学金，年度模拟手术大赛冠军，成绩优异，能力过硬，拿得住刀，用得好药，卖得了萌，耍得了宝。来来来，喝点水。啊。来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一丹。嗯。这些年你幸福吗？到了，一丹，我亮亮，今天见到你真的很高兴。啊，我也是。晚安。那晚安。一丹，你一定要活得好好的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那就好。好了，爱亮，别这样。一丹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爱亮，好久不见。
你不认识我了？哼，邵成辉我都认识你。我们是一块顺路才回来的。一丹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跟老同学叙叙旧。啊，对，一丹，没事了，你先回去休息。我跟长安好久不见了，好多话聊，择日不如撞日嘛。去玩吧。什老板，来两瓶金六福，吃了随便上一点啊。艾亮，以前你们两个只是在谈恋爱，还没结婚，别人结了婚以后再介入，这才是第三者。哼，当初，行，我跟你聊当初啊。当初如果不是因为我穷，如果不是因为我要考硕士，长安，轮得到你？啊！亏我把你当兄弟，我是瞎了狗眼了。艾亮，咱别总拿穷来概括自己，把责任推别人身上行吗？我问你，一丹家里出事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干嘛去了？一丹他生病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你又干嘛去了？我承认，我有错，我对不起他。那你呢？哎呀，你把人家哄好了，娶回家了，可你给了他什么？啊，委屈，难过。贾承安，你还到底算不算个男人啊？我怎么让他受委屈了？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他跟你说什么？他说你就是个无耻的狐
混蛋！你是个卑鄙小人！你说什么？说什么你？你小心！快跑啊！他那狗都到了！再吵，再吵我报警了！回来了，聊得怎么样？我问你，你跟艾亮同学会见就见吧，你怎么还把他领到家里来了啊？还领到家门口来了？我不是说了，我们是一块顺路回来的吗？还顺路一路抱着吧，是吗？老朋友抱一下怎么了？你至于吃那么大醋吗？你们俩是不是背着我联系好久了？你别胡说八道，我跟他好几年没联系了。我就知道他对你没私心，果不其然。你别捕风捉影的行不行啊？我捕风捉影？人家把绿帽子都扣到我脑袋上了，我还捕风捉影？你到底哪根筋搭错了？我今天还非得问清楚吗？叫叫叫！再叫明天我就把你们所有狗肉馆全端了去。没事没事没事。贾长安，你对我有意见，你不用拿艾亮说事，你也不用对小七小米吼来吼去。得，这么会儿功夫，你们就成一伙的了是吗？啊，情侣的，那就跟着这两条狗。不，还有艾亮，你就跟着你们三条狗过吧你。去。找我一块钱。嗯，哇，搬家，这箱子我也有啊。箱子，我，哎呀，喂，你也太绝情了吧！大半夜你让我睡哪儿去啊？我说了我会把房租还给你，你用不着把我东西都扔出来吧？把锁都换了，听见没有？大晚上你闹什么闹？再发疯我可要报警了！嘿。抬头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，星星在漫天的星光下再也看不见，
轻轻点亮照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。喝多了呀还是有病啊？有一点光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，有一点光，我的孩子的心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小伙子，拿那钱买点吃的去啊！就你事儿多，年轻人二十多岁，有手有脚，你让他找个活干多好啊！你这么着哪行啊？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谁没个倒霉的时候啊？走。你们没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的吗？东西，院长你过生日啊，主动要生日礼物啊。那是谁过？那是谁过生日？什么玩意儿？谁过生日呀？就别说谎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个可以有。这个真没有。这个真没有，没有。我怎么听说有人要辞职了？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，那我就说了，不是我不体谅你们，而是我作为院长，我必须谨慎行事，我怕招了不靠谱的人进来给你们大家添麻烦。经过考虑，我同意你们大家的要求。真的？太好了，院长，我只有打电话，别被其他单位抢走。要饭的，喂，喂，啊，哎，真的，好好好，我马上来，我马上来，好好，再见再见，太好了，挺过绝人之路，哎，大硕士先生，你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？骨头跟长歪似的，然后还穿着一身正装，都可以赶上至尊宝了。我建议你下次面试的时候呢，还是穿回本色吧。那个院长不懂我的 fashion，
宠物医院，那就要穿的稍微特别一点儿。哎呀，花姐，电话打通了吗？必须打通了，估计那小子应该已经在路上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！这样下次我们挨骂的时候，就一个人帮我们分担火力了。太好了！这怎么还会叫呢？袁大壮，你对我有意见是吗？没有，院长，我错了。哎，把你手拿开，以后没有我允许，别碰我的车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走。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。不好意思啊。哦，谢谢您。好的，已经给您预约上了。好，到时候您过来。哎，好，再见。我来上班。走，服务员，上大梯来了啊！亮亮，来，你先猜，我选右边。一、二、三。哥，完了，亮亮哥吧。真正的神犬。哎呀，我也想要一只小七这样的狗。你的，你摸摸。亮亮。亮亮，你这。喜欢狗跟生不了孩子，它有半毛钱关系啊！你太有理了！亏我把你当兄弟，我是瞎了狗眼了。但你是个卑鄙小人！算了，下次咬他！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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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,